Ja, ja. Ja, ja.等一下呢，跟雷欧说，你别学二宝吃饭了，你别学二宝吃饭。哎呀，肚子饿。香啊！这不是二宝学雷欧，是雷欧学二宝。雷欧看到了之后，可能怀疑自己了，对面这个是谁？太香了！有完没？再来一口呗。哎，干啥呢你？正经吧。馋死我了。电话。